太极棒功法简介，练习太极棒容易集内气、禅思内功和养生内功之一体，分别以禅、凝、圈、脚、卷、颤等多种组合手法辅助内气运行的内功修炼方法。在活腰、活腕、松胯、锻炼下盘功力等方面有其特殊的功效，主要练习指力、腕力、背力、胸腰折叠等。其特点，简单易学，易长内劲，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功法。通过升降开合、螺旋缠绕，对调整阴阳平衡、打通任督二脉、促进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功能、开发人体潜能都有特殊功效。坚持修炼定会修心养性，增长内功，强身健体，使习练者的功力明显提高。九宫八卦过五关，太极棒功法预备动作。起势，开步吸气，接棒吐气。第一关，右翻江倒海，吸，呼，左翻江倒海，呼，右翻江倒海，呼，左翻江倒海，呼。右拉弓射雕，呼，左卧虎藏龙，呼，右卧虎藏龙，呼。左拉弓射雕，呼。第二关，右翻江倒海，呼。吸，呼。左翻江倒海，呼，右翻江倒海，呼，左翻江倒海，呼。右拉弓射雕，呼。左卧虎藏龙，呼。右卧虎藏龙，呼。左卧虎藏龙，呼。右卧虎藏龙，呼。左拉弓射雕，呼。第
三关左八仙过海。吸呼，右八仙过海。吸呼，吸呼，左八仙过海。呼吸呼，右八仙过海。呼吸呼，右拉弓射雕。吸呼右金刚大吕。呼左金刚大吕。呼右金刚大吕。呼左金刚大吕。呼左拉弓射雕。呼第四关右古树盘根。呼左古树盘根。呼右古树盘根。呼左古树盘根。呼起天龙地谷，右天龙。呼左地谷，西天龙。呼左地呼左天马行空。呼右天马行空。呼左天马行空。呼右天马行空。呼收天龙地虎，左天龙。呼右地虎，
天龙。呼，又吸，呼，第五关，左仙女照镜，呼，一，二。三四右仙女照镜一二三四左仙女照镜二三四右仙女照镜二三四右香子献笛吸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换步左香子献笛二三四五六七八右胯龙腾云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变步左胯龙腾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收视吸呼太极棒功法仙人指路运行九宫八卦步起乾卦西呼对卦呼离卦呼震卦呼巽卦呼卦呼艮卦呼坤卦呼搜巽呼起势吸呼乾卦吸呼对卦呼离卦吸呼震卦吸呼巽卦吸呼坎卦吸呼
艮卦西呼坤卦西呼收势西